毛这样子折起来行啊。用手啊这样子把它给弄住啊，拉住，把它毛拉紧，手放你这样子，这样子给烫，一听就封住了啊，这个毛拉得住。对平的时候，先这样子用手把它给折一下，这样子吧。烫住了。折一下，多烫几，多烫几次。基本上已经算蛮平整了。侧边的，泡边还挺松的，把整个面放上去，烫一下。就算很平整了，再把这个面烫上去。再烫起来就非常平整。